特里加的真实样子吗？起来，队员，你去启动胜利猎鹰吧。请先等一下，等我们把情况弄清楚再攻击也不迟啊！现在已经没时间了，目标黑暗特里加。陈思队长，就算外形改变了，可他依然是特里加奥特曼啊！用来说我就是。拉来耶，也就是希望。但是，真正成为希望的人，并不是我。火星还有地球遭到袭击的时候，成为希望的那个人是特里加。 也是你呀！对我而言，那道光就是你呀！停下！快停下呀！接我！ 和我一起走吧。你终于肯笑了，特里加。
原来你就是我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我们要构筑未来，希望之光。我就是特里迦奥特曼。这是光的力量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你这像什么样子？把我的特里迦还回来！为什么？那斯加农，喷火！啊，看起来毫发无损啊！紧急掉头，要有毅力。输出功率下降，这样下去就要停止运作了。启动完毕，等离子。张仁，你要做什么？如果特里迦奥特曼进屋变成敌人的话，我会亲手阻止他的。就是希望之光。剑雾，我祈求赐予出现在我们人类眼前的拉莱耶永恒的奇迹。力量，这是什么？
千武。幽莲！所以我要替他战斗。我在心里相信剑武。如果剑武是特利迦，那个黑暗特利迦肯定不是他。剑武是绝对不会让他的朋友们难过的，不是吗？启明。全世界的人都绽放笑容吗？什么梦想中的蔚蓝？我就是信了你那凡人的话，才放弃让自己成为奥特曼的，将一切托付给了你，剑武。求你了，快回来吧，剑武。我回来了。原来你就是特利迦。对不起，让你自己背负一切。我居然都没有注意到。杰明。谢谢你，我终于明白了，我就是特利迦奥特曼，是光的化身。
这是怎么回事？杰明，你是继承了我的命运的人。我听见了幽莲的声音，还有这些记忆是跨越3000万年的时光，我把永恒核心的碎片交给你。永恒核心的碎片，剑舞，这是好。永恒闪耀克利迦启动完毕，闪耀灾配利奥，照亮宇宙，超古代之光，克利迦奥特曼。永恒闪耀克利迦，实在是太大了，撑不住了。紫罗兰，永恒杰拉迪斯。欢迎回来。受不了，到头来还得我来照顾你。谢谢你们，
张仁，建明，我听到了你们的呼声，是你们呼唤我的声音，让我回到了这里。烦死了，老是挂在嘴边的微笑吧，微笑吧，疼疼疼疼疼疼，好疼。待会儿可要好好跟我解释一下特雷加奥特曼的事情。好的，小心点啊。没事吧？对不起，慢慢走。舰内留下了神秘痕迹，看起来要发生案件了。马露露，你为什么这么兴奋啊？下一集特利加奥特曼被盯上的队长，马露露侦探案件部，外表看似小孩，智慧却是外星人，赌上美特龙星人的名号。